后是一面金牌了，在今年得到了金曲奖最佳的国语专辑，有拿回来的是孙盛希海呀。感冒了，快要演唱会了，还感冒，所以大家要管理好自己。
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好好的发挥出平常的实力，好吗？好，所以今天听完我们唱歌之后呢，大家回去睡觉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好了，接下来有好多首很好听的歌，我觉得可以帮他们加油，很疗愈，对不对？那我接下来把这个这么大的舞台选手之夜继续交给你喽。好的。好，再次尖叫声给我们谢谢。红湾会唱的朋友一起唱。
真的，好好的加油。你们看完比赛，参加完比赛，其实大家可以来到我演唱会玩，差不多就是10月25号在台中，然后11月10号在台北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可以我们一起玩的。我要看到你们的律动，好吗？好吗 ？OK， 谁玩得嗨我就跑去那边。这首歌是我跟金曲最佳新人 OZ 合作的歌曲。谢谢。